什么？暗黑大帝复活？而且复活石是暗黑大帝复活的重要元素，就是这个能量让暗黑大帝复活。到底是谁想做这么危险的事啊？像越来越有趣的，还是米娅先聪明。既然可以在橡树树里找到第1001种实验秘方，聪明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还有诺贝尔。本周6日晚间8点，《萌学园6：复活之战》就在25频道。